的脑壳像有个洞，哎，差点夺走我的一切，却又让我突破了极限。那是善意的种子，你会被播种，让我变得懂事，尽管害怕痛。朋友，东北的街道，一个五岁的孩子不幸跌倒，哇，很狂的尖叫，刺破周围的喧闹，是一个狮子和母亲的惊呼声。一同进入了脑中，世界开始变化，他的手。有，但他们说。